营区到了，好美哦！营主说他出门了，叫我们自己随便找地方玩，他等一下再来找我们。台湾就是一个这么 free 的地方。哇，海景！我们今天要搭一个格兰伯格。它的45度角的地方，然后我们量的话就是先把它这样放直，对，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我要打在哪里？哦，几何学。对，把肚子扶着它就不会跑了。对啦，不够大，有够大的点名字要找。好了，好，你要盯中间是吗？对，那我找到。啊好。摄影师好危险，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。大家来看一下。真的没有在开玩笑。需要什么？他的好像没有。哦，一起关，一起关。来了。因为把它关起来，它关那么冷，觉得可以了，漂亮只是一时的。不要冷哦。没关系。超硬，你等一下会喷火是吗？会。好，它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想要燃烧起来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换个位置，换个角度，重新来一遍。好，供应火神的。经过了洪庆同学一阵的拜火舞之后，火终于点起来，耶！发现了焚火框架桌的这种小妙用，这种小圆孔可以拿来打喷嚏。放到这下面，红灯超有效，就是瞬间变得大火烧烤，考验我们的技术。哎，我
觉得它外层那层脆的很好吃，但是中间就会没有那么脆，所以中间就是会很甜腻的上台啊。对对，有吃的吗？有，来。你现在满手都吃的，因为我坐在这边就会有人一直塞给我，一直喂食你吗？这就是中年煮的快乐。又有杏鲍菇，手上还有鳕鱼香丝。干杯！对，干杯！糖炒没有栗子，只有糖炒没有栗子，好美哦。对啊，我们的 N9 挂在现在，挂在树上。N9 的降旗典礼，好，来倒下。对 ，OK。这边的银柱放了很多灯，所以其实晚上的时候气氛还蛮好的。我们兔边包的像一个小球一样。嗯，你煮的应该吃不起。哦，是哦，哦，对对。嗯，睡觉。今天在大别墅帐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透天吧，这个。对。格兰伯格。晚安，格兰伯格。早上六点，我们起来看日出。很美，超冷。然后他说太阳快要出来了，他说站在坐在荡秋千看日出一定很浪漫。这边是270度黄海，而且现在早上没有什么风，微风而已。前面那里是富基渔港。整个黄海超美，好冷哦！小心不要刮坏头。法式吐司，对，这面很漂亮，它煎不脆是正常的。对啊，法式吐司本来就不是解脆的，法式吐司就是实心的。对啊，我在外面买的。你好啊，我们当天因为忘记带格兰伯格的内罩了，所以只好先用当天有带的另外一顶帐篷644，它可以睡大概4到5个人，所以我们把它拿进格兰伯格里面充当内帐使用。拉链也要拉起来，对不 对, 对，在收之前，这是一个收帐篷的宣导，收起来会比较好哦。这叫什么片？叫调节片。调节片，调节片要弄到底会比较好哦。对，小提醒。先把绳子都松掉是吗？对，就是你先让一边挡着。哦，好。他那个旁边拉着他的后门。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晒的动作。要把里面潮湿的部分晒一下，对，有一些折起来的部分刚里面湿湿，好，差不多可以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拿那个，这个
里有一个肩那个脊椎，对，脊椎。好，然后往那边走。为什么还要再往回走一次啊？因为它下面没有整齐。哦，要拉到整齐为止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OK， 好。啊，就是这么大。那里。小撇步是先把头这边也把这里收起来。这样会比较美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比较美。哇，就是这种感觉啦，有没有？跟袋子完美契合。然后这个，这样子摆得到吗？袋子去 match 它，对对吗？比较好装。好，确定它袋子漂亮吗？不贵。好，可以。耶、yeah ！收完了，收完了，可以开庆功宴。好，我们的东西都收好了。耶、yeah ！要再装备去撤。Hello， 不免俗的要说，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跟这片美丽的海说拜拜。まだまだ来るね。嗯，リピートする。哇，好美、哦！哇，超美！北海岸天气好的时候那么美，好美哦。这是白沙湾，你看。对。那个海岸。哦，这就是白沙湾。对，就是你勾着它，然后勾着它之后左右转，顺着它的那个银钉打下去的方向往上拔。好像拔牙齿的感觉。这个帮我丢掉。那你手可以撑开一点，因为这个银绳它很长，而且很粗，所以就是绕，然后大概你看一下大概的长度。对。那我的话大概绕到这样。就开始卷，对，就是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部分开始卷。双头银绳会比较粗，嗯嗯，OK 了，可以，反正倒也不行，等一下。好，然后反正这样卷好了之后，就是它上一圈。上一圈，你就把它留一个耳朵，然后把这个收。可以啦，就是一个漂亮的银绳，加加。OK。Yeah. Okay.